Hi guys, today we are in a wholesale market in Shanghai. So we are going to check, I will let you see everything about this market, like we will discuss the price and everything. Okay, so we are heading down now. So here we are, checking around everything. Keep going. So here is very big. So as you can find, there's a lot of clothes for women, men, everything. So I'm trying to look for the good product for my client, as we used to do here. Okay. Hello. 是手工的吗？手工的呀。确定啊？嗯。这个挺漂亮的。对，我就看这种。这个有大码的吗？ 大码的，对，大码的要定做的。你那么小定做的？嗯，定做可以吗？定做有数量要求吗？没有要求，那这一件行，就十件行，十件一百件行。嘿嘿嘿，十件一百件。嗯，这个都可以定做的。这个都可以定做的。对呀。 那个都是正儿八经，就是八宝儿的风衣。对，我看到了，不错的。嗯
一样的，一模一样。哦，那个男士的衣服还可以定做的吗？可以的呀，我们就是定制为主的呀。确定啊？嗯，我们都是定制为主的呀。这是什么？这是领子的样子。 这样品嘛，样品穿上领子样子，有的人选了面料以后，要做这样的领子，或者是做这样的领子，嗯，不一样。有区别呀？有区别的呀，领型不一样呀。嗯，那这个不一样，这大把。可以大一点的。对，这小一点的。嗯，这还更大一点的，那要看的呀。哦，看到了。这个呢，就是上面带的有扣子的。嗯，这边有扣子。对。哦，都齐了。嗯。啊，这也一样。 这也是不一样的呀，这不一样了。那肯定呀。这个这种这种，这个是两粒扣的。OK。这两粒扣的，这个是那个法式绣的，法式的。嗯，看到了。嗯，这个呢就是一粒扣的，看到吧？嗯，那个都不一样的。OK。 工厂对吧？对，就是，你跟他丢的吗？我第一次啊，所以数量要小一点。嗯，好，以后要看能不能多一点这样子的。可以的呀。可以的。嗯，你哪怕等于剪完，肯定做呀。哈哈哈哈哈！肯定是的呀。开玩笑啊。不开玩笑呀，我们本身就是量身定做呀。对的。嗯，那好。你量大吧，价格吧可以实惠一点，对吧？说对的。嗯，就是量大了，这价格可以便宜。价格便宜，OK。你们这定制了去做生意，对吧？应该的。嗯，到你们国家做生意去。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的呀，我们以后都外国人到我们这儿定制了，到国内去做生意。不过好的话，我们会很巧合作啊。 对呀，人家都有的了，就是把图片发给我们，然后什么样子了，直接就把图片给你发就可以了，去掉。什么样子都可以的。应该不做了。这个是女生的。对对对对。嗯。后面都是男女的也做。嗯。OK，看到了。这个不配套的啊。 啊，这是不是配套的？不是配套的。对，这是这个一件或者底下做裤子做裙子，嗯，给他裤子裙子不都要本色的面料。哦，就这样。啊，那。今天要不要走啊？我们想做呀，所以我先给你们说清楚吧。啊。我先想给你说清楚，如果我们想做的话，你们可以有什么？ 价格可以优秀一下吗？嗯，可以的呀。可以吗？嗯，可以的呀。好，这是样品对吧？对呀，这是样品，就这样吧。嗯。然后领带呢？去送啊？去怎么做的？领带我们也是买的，这我跟你讲，领带呢我们都是自己买的。哦。嗯，我们领带不做的。 有些人他们买不到的，我要一杀这个这种颜色，这种颜色对吧？嗯，有的可以跟他做的，嗯，可以定做的，嗯，可以定做的。嗯，领带什么颜色都可以的。嗯，领带什么颜色都可以的。哦，有记得。 这种，对对对，这种颜色，这种颜色不，你那个这个不就好了吗？啊，这个你看那个 U 站的领带了，就这买这个呀。
我们跟你走上一把实事求是讲，对吧？你还是中国通，我们要实事求是。 这颜色他们都喜欢的呀，你看吗？这颜色也不错了。那这个还这个颜色黄颜色他们都喜欢的。这不是西服哎，这是那个冬天的。
If you have more things, that should be like from here. Yeah, this yeah, is but for winter. Ah, this is for the 但是你们这些衣服可以出口，是不是吗？ 可以出口，可以出口，可以。这都是我们裁缝手工做的。哦，是。Always the tailor-made。哦，还行，那可以的。OK，是。所以这些。 每个顾客的 product is the tailor-made的。哦，就是这样子。现在这个只是样品放在这里，样衣。这是样品的。裤子我们会根据每个顾客的身材帮你量裤长，还有他的大小。OK。啊，就这样子了。啊，因为裤子简单嘛，就剪刀一切一剪就好。样衣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就把样衣给摆出来。好，你们既然要选择，是你们是挑的。面料啊，就想这种面料，我们颜色有很多。 像这种是近色的，也是有很多。你可以挑着挑选你们自己想要的颜色，还有像这种的条纹的，还有像格子的都有。还有像这种格子的。那这个格子都有的。对，所以很多颜色，有几千种颜色。啊，很多了。嗯。都是我们这里要提供给你们哈。对，你们自己提供给我们 is the body size， 然后我们就根据你的身材切切，然后再做的。啊，就是这样子的。对。OK。那我们做的都是精做的，像这种。哦，就精做的。包边，还有它的尺寸都做得很好的。你今天要不要定一套是谈？就去。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的，像西装、衬衫，还有风衣。好，嗯。你们可以在上面画一个那个 logo 这样子吗？ 可以，logo 你们要贴什么 logo？ 但是如果是copy的logo，我们是贴的。那不是的，我们还可以修个人的，他们自己 logo 的，怎么贴的？可以的，而且我们也可以修字的，都可以的。啊，可以修字的吧？对，修名字，每个人的名字也可以。知道了。嗯，挺不错了。哦，这个东西，哦，如果想定做，价格其实。 是什么算呢？价位也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根据面料不一样的价格，还有包括它的做工，包括它里衬来。哦，就这样子的。对，价位有600到1000二的都有。600到1000，嗯，1000二到4000的也有，就看你们要做什么价位的。价，你们要做什么价位？可以便宜的。然后哦，你们这里有那个什么秀的？ MQ 吗？还是没有了？MQ 是什么？是 minimum order quantity， 最小订单。啊，最少订单是吧？对，可以呀、啊。有没有？还是我们随便你就定的，你就说的。你们要跟我发信息啊，而且还要给我尺寸难道不是？Okay. 我们单个一个人多的话，10个20个100个都可以。啊，20个100都可以。都可以，无论几个人，我们都做。哦，可以，可以的。我是说不一定你要达到多少数量，我们才会做，那不会的。这全部是礼服款。就是礼服款啊。有很多不一样的颜色，它这个面料呢比较特色，有特色一点。特色一点。我就看到那个质量好像不错了。质量很好的，这都是很好的质量，全羊这个是真的包边是用的是真丝的包边。包浆盒子可以做。我们都会给你西装带。贴牌啊，是。贴牌，你要贴牌也可以帮你。特色的都会。可以贴你们公司的牌。对对对。可以，如果是正规的公司贴牌可以，但是如果是说仿那种 boss 阿玛尼大批量的，那是不贴的，因为这个会被查的。因为我们这个合作做的都是正品。 OK。
对，像这种都是礼服款。OK，吃不走，发现那个质量也不错了。对，我们用样衣用的都是最好料。OK，我就发现也不错。衣服好不好也要看师傅的，这个跟你们师傅保养的尺度也是很重要的。OK，行。 而且包括你看料子，我们家的料子也很充足的。你看，包括所有的毛，像这种麻的、毛的，还有绒的，我们都有。你看后面都有，我们都料子都可以展现出来的，像这种的。嗯，漂亮。嗯，看到了。所有的料子我们都可以买，任何颜色、任何款型我们都可以都有。OK， OK，Thank you so much。 你们这有名片给我一下，给我留一下。OK。 For your friend, the wife. For the daughter. Sounds good. OK. This high quality. This is handmade, right? Yeah, the quality have different. If you make, you can see fabric. Can I like see inside? Picture. Oh, this shirt, this is underwear, right? Yes, underwear. It's 100%. I have bigger one. Is this a good one or a fake one? This is good one. This is your. This it's is not your a family. Fake one. Yes, you check. You more nice. Oh. You're comfortable. 视频，怎么它的录像呢？哦，就是这样子。嗯。OK。这是110条。110条。哦。你看。OK。你在拍什么？